主料：兔肉400克，山药150克，口蘑1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料酒、生抽、老抽、醋、冰糖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辣椒、葱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把兔腿切块放入凉水中煮开，捞出洗净。锅中稍放点油，把兔肉煸一下，放料酒和醋，放老抽，放生抽，放八角、桂皮等调料，放冰糖，放足够的开水。大火煮开后改小火，且炖山药切块，口蘑切块。等兔肉煮烂后放入山药，等山药软黏后放入口蘑、盐，稍微煮一会，收汁撒上葱花。烹饪技巧：口蘑煮的时间不要太长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